我们是低成就女子组，我是李吉尔，我是若曦，对，然后在我们最右边的是我们最亲爱的吉他老师丽燕老师，对，因为有了他，我们的这个成就就变高了，对。对，因为我们就是小时候没得学吉他，长大出社会工作赚钱，自己想说要完成摇滚的梦想。对，希望到我们60岁的时候可以出道这样子。对，我们现在是只学几个月，所以等一下忘词或弹错，就大家就当没听到就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弹的这首歌是 Ellie Goulden 的 Close to Me。对，好，可以开始。好，欢迎。哦，谢谢大家。Even though we both know we're liars and we start each other fires, we just know that we'll be alright. Even though we drink all the party, cause we both hate everybody, but once they wanna be nice.谢谢大家。